可能我们知道的田馥甄是比较天使的那一面，你有魔鬼的一面吗？我现在不接受访问就是我最魔鬼的一面。From the song Love in her debut album to Hebe, 怎么这世界已经没有人相爱，怎么这世界 to My Love, the title track of her second and latest album,Taiwanese singer Hebe Tien has been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love in its many forms through her solo endeavors. A member of popular Mandopop group SHE, Hebe debuted as a solo artist last year with the album To Hebe. Dedicated to herself, the album touched upon the theme of self-love. Back with her second album titled My Love, Hebe has progressed to sing about things she loves.In time for album promotions and to headline this year's Sundown Festival, Hebe sat down with Razor TV before her autograph session to talk about her new album. 这次新的专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主要还是在讲爱，可是是更深层跟更深刻讲到不同面向的爱。或许是我的爱情观点，然后比较倔强的一面，比较挣扎，比较矛盾的一面，或者是我对爱的盼望，或是我在生活中喜爱的事物，都在专辑里面跟大家分享。出了个人专辑之后，你的风格啊，这些都有让人觉得焕然一新的感觉。那么这张专辑你有没有觉得唱得很尽兴很爽的一首歌？都很爽哦，我觉得应该是自己写的歌吧，要说什么，因为就是很贴近自己的心情，然后跟大家诉说我的小无奈，所以在唱的时候，因为它节奏很轻快，你在唱的时候就很自然，而且我在写的时候边写就在边想象自己唱，所以录音的过程是非常快非常顺利。要说什么才能满足你想知道的即刻，要说什么让每个人心满意足的笑着。那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那首歌表述的，那首歌在表述的就是对于现在的媒体比较辛辣的状态之下，大家都要爆点的状态之下，而我又是一个一介平凡小女子，其实没有什么爆点，所以就会觉得没办法给大家些什么，但是又有要曝光的一个压力，就是作为歌手，所以会有点无奈，但是也还好，就是对得起自己，然后不要太扭曲自己的给予，应该就还好。那就是透过创作，然后把这个心情诉说出来。In fact, the usually angelic Hebe dons a devil-like persona in the music video for 魔鬼中的天使。其实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啊，是魔鬼中的天使，那是形容，因为你说在恋爱当中每个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一面，可能我们知道的田馥甄是比较天使的那一面，你有魔鬼的一面吗？我现在不接受访问就是我最魔鬼的一面。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有，那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有受过教育啊，我们有社会道德的束缚，我们不可能真的把魔鬼那面表现出来，可是人有的时候有一点点魔鬼的这个想法，其实还蛮有趣的啊，就是在心里面你可能很恨一个人，就把他先整一顿，想象幻想他跌倒的画面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让自己的心理满足一下，这样就好了。其实就还蛮好玩的，我觉得如果有魔鬼的一面，可能是在音乐上吧，可能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可以把那种比较激进的那种情绪表现出来，那个就是一种抒发，所以我很幸运有一个舞台让我去抒发比较强烈比较魔鬼的那一面。比如说这次的造型也算是一个突破对吗？那 MV 里面，在 MV 里面我有扮演魔鬼，还削苹果，削着代表诱惑的苹果，然后就是有那种魔鬼的，对，魔鬼的眼神。Next, Hebe tells us more about Ni, a song she dedicated to Selena in her latest album.